所以呢，我要问的是，为什么没有促肾上腺髓质素呢？肾上腺皮质分泌的是肾上腺皮质素，这个大家知道吗？分成狂狼皮质素跟矿物性皮质素，对不对？那肾上腺髓质分泌的叫做什么？肾上腺髓质分泌的就叫，你们是装傻还是真的不知道？就叫肾上腺素啊，它不叫肾上腺髓质素嘛？你刚是不是一直在想，然后觉得没有答案？它就叫肾上腺素。好，有没有人记得？其实我们刚刚上一节课有稍微讲一点点，就是讲太快，你可能没跟上。请问，那肾上腺皮质的分泌是脑垂腺前叶在促进，那肾上腺髓质的分泌呢？是谁在促进跟控制？交感神经。就是忘记了，有没有印象？对，很好玩，它一样是肾上腺哦，只是它分成外面跟里面。结果没想到外面，感觉上不是感觉上，它就是激素在控制，而里面呢却是神经在控制，这有点怪哦。